看家乡变化，看五年成就，看咱老百姓的精气神儿。由中央电视台联手全国31家电视机构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《环看今朝》，在明天上午的10点，我们会继续带您一起去看江西，看看那里五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别忘了，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进入我们央视新闻移动网客户端，来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发表您的评论，为您的家乡点赞。这五年，800里井冈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摘帽，小山村发生翻天巨变。这五年，贫困县有了自己的国际范儿，全球买木材，全球卖家具。这五年，千年窑火虽不在，却被创新点燃激情，这里的窑温有增无减，闪耀中部崛起新亮点，飞舞长江经济新活力。喜迎19大特别节目《环看今朝》，明天带您看江西。